立法會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等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行政長官質詢時間，質詢以短問短答形式進行，有意發問的議員請按要求發言的按鈕，每位提問議員有3分鐘，當中提問不應超過1分半鐘，讓行政長官有時間作答。劉業強議員。是特首，現時政府是設有緊急援助基金，專門幫助因水災、風災、暴風雨後的天災災害而需要緊急救援的人提供經濟援助，但由於涉及眾多部門，包括社署、民政署、漁護署、地政署等執行發放，申請資格又有限制，損失評估亦未夠全面。好像去年的颱風山竹襲港之後，每户災民僅發放數千元的補助金，對於整間屋被摧毀，是動輒損失數十萬元的村民和漁民而言，可謂是杯水車薪。鄉議局及後發起籌款，幫助他們重建家園。我很高興見到村民上個月終於可以有新屋住，趕得切過新年。特首，你會否考慮成立特別事故支援基金，當香港發生特別事故或者災禍之後，統籌各部門向受影響的鄉郊的居民提供額外的經濟支援，以進行清理善後工作、重建家園、修葺農場和魚塘等，使他們更快回復正常的生活。行政長官，多謝劉議員的提問，也都特別要多謝劉主席以鄉議局的主席的身份，是在去年特大颱風山竹襲港之後，動員了區議會的人士是籌款協助需要的鄉村的居民。正如劉議員所指出，事實在特區政府多年來建立了有很多不同的緊急援助的措施和基金，但是有時候當大家很多部門都做的時候，或者令到是不能夠統整地提供給受到天災人禍影響而需要緊急援助的，譬如好像山竹那次的特大颱風發生之後，我本人都收到一些請求，就是說也都是沒有一個特定的款項可以幫助到一些水上運動中心，在當時的山竹襲港的時候，就是破壞了他們的訓練的基地，所以我們都想了一種特別的方法來去幫。但如果每快處理特別的事件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多謝劉議員提出，或者我會請民政事務局局長統整一次在政府內部提供給受這些天災人禍影響的緊急的援助，看看有沒有一些改善的空間，還有有沒有一些很明顯的遺漏了的地方可以補足。如果發覺是可以強化現有制度，我們可以做；如果發覺要是設立一些好像劉議員提出的突發的一次性的援助的機制，我們都會認真考慮。歐羅軒議員。林太早晨。公共行政第一課就教推行政策要有充分客觀理據做支持，羅志光局長在民主黨年代都是這樣提醒後輩，我相信以他聰明才智，不可能不提醒他的上司。我的問題很簡單，
在你宣布提供綜援年齡之前，有沒有做過研究？有沒有客觀科學數據證明60到64歲基層市民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呢？行政長官，多謝歐議員提點公共行政的要注意的事項。事實上我在昨天呢亦都話，我哋喺施政方面咧，亦都有需要反省檢視嘅需要。但係就住喺綜援系統裏邊有關長者領取綜援嘅年齡嘅界限咧，唔係突然間有一個政府嘅宣布嚇，係有幾年嘅工作啊。不過可能因為有一個時差咁，所以咧而家要翻翻轉頭你講嗰件事嘅背景。嗰件事的背景呢，就在上一屆政府是大規模地做了一個人口政策的檢視。所謂大規模呢，也都包括有一個所謂公眾的參與啦。我記得我本人都有參與一些去到社區會堂裏面進行的討論。或者長話短說呢，個討論的結果也都在2015年公布了，就是話隨著人的壽命的延長，同埋人嘅工作嘅年齡咧，係亦都可以延展，咁所以又有一系列嘅工作做。嗰一系列嘅工作咧，亦都向社會交代咗嚇，亦都好多一系列工作裏邊嘅各個措施咧，喺過去幾年推行咗，大體都得到社會嘅支持嘅。譬如公務員延長個退休年紀啦，即係新入職嘅公務員，同埋喺2000年之後非長俸嘅公務員都可以選擇65歲退休啦，亦都包括改動咗法例，經本會同意咧，就將保安某一類嘅保安員嘅年齡咧，係由65歲提高到70歲，亦都為65歲未有足夠退休保障嘅長者咧，提供咗更加好嘅退休嘅保障，係包括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加強嘅生活津貼。然後在當日的報告仲有一環的，就是話政府都需要檢視在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裏面有沒有一些是防止緊一些年長的人士繼續工作的措施。咁具體嚟講咧，就喺綜援系統裏面將長者不能就業或者無需就業的年紀咧定在60歲，就似乎同剛才講的一系列的政策方向，即係人口政策方向咧，係有不一致，咁所以就係喺2017年嘅1月施政報告咧，就公布咗要推行，所以佢個背景係咁。佢個背景裏邊亦都當然包括咗歐言希望見到嘅所謂有客觀啊、有討論啊，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分析啦嚇。楊岳橋議員，多謝主席。特首，今次提高長者綜援申領資格，惹到社會上面非常大的反彈，我們立法會裏面跨黨派亦都不下一次表達我們對這件今次改變的不滿。特首剛才當然你講了很多的理據，你亦都講過這個是從上屆政府引開始了到現在的。我想問一下你特首，究竟你需要我們立法會再做些什麼你才願意去擱置今次的改變？你需要我們香港人再做些什麼你才願意真正聆聽到我們的聲音呢？主席。行政長官，過去這兩個禮拜，我和我同事，特別是政務司司長和羅志光局長，都是反覆去討論和研究我們政府應該再做些什麼去履行這個政策方向的順利的執行。這些事情也都有些已經是推行了，譬如你說我哋唔應該令到60到64歲而家以健全成人身份領取綜援嘅人士咧，係受到金錢上嘅損失，咁所以已經係第一時間推出咗呢個就業支援嘅補助金，亦都會喺2月1日之後申領嘅人士咧會同步無需申請咁去發放嚇。第二方面呢，亦都係要令到有更加足夠嘅就業支援，可以幫助到60到64歲。申領綜援的人士可以按住政策目標咧，能夠可以去就業嚇，咁所以亦都係延長咗呢41對嘅綜合就業支援計劃，希望能夠為到呢啲申領人咧提供援助。再進一步咧，就係我哋亦都係承諾咗喺今年內會完成幾方面嘅檢討，希望能夠為呢啲60到64歲嘅人士咧
係提供更加大嘅足夠嘅誘因或者係支援嚇。咁啊，包括係檢視呢個2500元上限嘅豁免計算入息啦，亦都包括係剛才講呢41隊嘅支援隊，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到位啦嚇？亦都包括。有幾位議員提出，而家即使有一個1060元嘅就業援助嘅補助金咧，仲有一啲嘅特殊津貼同埋係補助金係未能夠適用於60到64歲嘅健全嘅綜援受助人啊！我哋會爭取盡快完成呢啲嘅檢討，尤其是今次嘅檢討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咧。就我都同部分嘅議員交代過咧。在60到64歲健全人士嗰個特殊津貼同埋補助金嘅檢討裏邊，如果係覺得適合咧，亦都唔需要局限喺60到64歲呢個年齡組群，有啲可能係會延伸到而家叫做健全成人呢個組群。多謝主席。何君堯議員，首較早前我同財政司咧就反映出咧就如何可以善用我哋而家囤積咗嘅嗰個財政儲備，其中亦都有一個環節係相關，就喺目前嘅 MPF 裏邊咧，我哋亦都囤積咗頗大嘅金額喺度。但係目前我哋只容許市民咧係投資喺股票，可唔可以將呢個強積金活化？其中咧係容許市民將部分嘅強積金嚟購買呢一個醫療保障或者保險。咁一方面嚟講，係可以自己係主張自己點樣去使用金錢嚟保障自己嘅健康；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舒緩咗公共嘅醫療系統嘅龐大工作嗰個壓力。喺呢一方面，會唔會特首今年特別係考慮呢一方面，將強積金活化，容許我哋當家作主，市民可以用部分嘅錢嚟保障自己嘅健康？多謝行政長官。多謝何議員嘅提問。當然，如果係涉及財政預算案嘅工作咧，就由財政司司長負責啦。不過何議員具體提到呢個強積金嗰個嘅問題咧，我都想有咁嘅回應。強積金顧名思義咧係強制嘅嚇，咁所以咧佢係強制喺每一位市民就業嘅時候咧係要供款，佢個僱主要供款。嚟到未雨綢繆，為佢嘅退休作出一個打算。這個不爭嘅事實就係今日嘅5%，即係僱主同埋僱員分別嘅5%咧，都難以足夠提供退休嘅保障嚇。一來係由於個金額都唔係好多啦，二來咧就係人均嘅壽命好長嚇。咁所以喺咁嘅大前提之下，仲喺佢未踏入退休嘅年齡，就將部分累積咗嘅金額咧。拎嚟做其他嘢，好似你提議咧係醫療保障，早前有人提議咧愛嚟啊俾佢買樓嚇，依個我哋好有大嘅保留嚇。但係唔等於我哋唔鼓勵市民咧自己為自己嘅醫療健康咧係籌謀嘅。咁所以我哋喺又係經過咗好多討論之後咧，就雖然放棄咗強制嘅醫療保險，但係亦都為自愿性嘅醫療保險咧提供一個誘因，即係話喺稅務方面嘅寬減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向咧，可能係更加穩妥一啲嚇。多謝主席。鄺俊宇議員，特首派4000元，你又派到一鍋粥；長者仲還要俾翻60歲，你又喺度諗度縮；唔揾工俾你扣200元，你哋做政府唔好做到咁寒酸，好唔好啊？特首，尋日話你要反省，接受批評，呢度跨黨派要求你撤回長者嗰個嘅門檻。你設定唔設咧？點解你要死鵝一邊頸咧？我真係唔明白。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擺喺眼前，如果你有錢起大白象，冇錢俾老人家點，你點講都講唔通啊！特首，今日好有可能係你嘅最後機會。如果你唔想歷史係記住你林鄭月娥恰老人家嘅話，我喺度再三邀請你，請你撤回收緊長者綜援門檻嘅決定。主席，幫我問特首。行政長官。主席，鄺議員提嘅問題咧，我喺近日包括剛才咧都反覆答咗啦。大家都要或者明白咧，政策都係有一致性嘅。呢個人口政策出嚟嘅一籃子嘅建議咧，亦都係廣泛反映咗大家認為喺一個即係人均壽命延長、工作年齡應該延展嘅目標之下咧，去落實執行啊。我哋亦都真係落實執行咗嚇，呢啲嘅工作咧，亦都係得到社會嘅認同嚇。
咁所以去到呢一環要做嘅時候，當然有一定嘅困難。但係呢個困難，我哋應該係將佢視之為一個我哋去改善對於比較中高齡人士就業嗰個嘅支援嚇。咁所以我再喺呢度強調，今次做呢個工作咧，係完全冇話要去減省社會福利開支嘅目標，完全冇嚇。咁所以我哋能夠為長者提供更加多嘅支援，或者稍後檢討之後咧，為呢啲高齡相對高齡嘅健全嘅綜援受助人，或者其他嘅健全嘅受助人，提供一啲相對係比較與時並進，可以滿足到今日呢啲受助人嘅日常需要嘅補助金或者係特別津貼咧，特區政府係非常之願意去落實執行。係，鄺俊宇主席。特首為何這一刻你都不可以再謙虛一點呢？已經是最後關頭，跨黨派要求你撤回這個決定，你200元都可以暫緩，為何這個收緊長者綜援的門檻就不可以去押後呢？你不是民選的特首，可能你聽不到民意，但我們很多朋友都是民選，透過地區基層的市民可以好告訴你，現在全城是罵爆你，覺得你現在欺負老人家。如果你這一刻都覺得沒有問題的，我們落實執行，我們不撤回了，我相信歷史人會記住你林鄭月娥欺負老人家的。主席，幫我追問特首。行政長官，我已經是充分回應了鄺議員的一個提問的內容。但是既然鄺議員提到一個所謂謙卑的問題，我亦都可以跟大家作一個分享。我上個禮拜在世界經濟論壇四日，跟很多各國的政要有機會互動。某一個國際組織的負責人正正就在那些場合呢，提醒各國的首腦或者是部門或者是政府的領導呢，在今時今日經濟的全球化，面對很多科技帶來的挑戰呢，他提醒我們在座，包括我本人，不過我本人當然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其他是各國的領袖呢，是有兩樣東西。第一呢，就是需要謙卑。第二呢，就是需要擺脫精英主義。本人會將這兩個的提示呢謹記在心。潘兆平議員。多謝主席。特首，在去年呢，本港發生了多宗嚴重的交通意外，包括去年初二月大埔公路發生的致命巴士交通意外，造成了19人死亡，66人受傷。上年尾11月青衣又發生了接載機場員工工作的巴士交通意外，亦都造成了6人死，32人受傷。而在去年的12月北角的斜路亦都有校巴流前滑行鏟上行人路，造成了4人死亡，11人受傷。近年的香港的交通意外傷亡數字一直都高企，每年因交通意外受傷的人超過萬人，而嚴重受傷的亦超過千，死亡的過百。交通意外對很多的家庭和人士造成了難以回補的傷害。我想問特首，政府有否一些更有效的措施改善交通意外，包括加強不同道路使用者、司機、乘客以至行人的道路安全的意識，及要求巴士公司改善司機的待遇和工作時間，以減少交通意外的傷亡？行政長官。主席，多謝潘議員提出這個很重要的課題。事實上，2018年在嚴重交通意外方面，那個事件是比較多的。我們亦都是非常擔心，我們運防局和運輸署呢，亦都會連同警務處看看我們在道路安全方面還可以加強什麼工作，包括當然從道路的設計以至到道路安全的執法，以至到一些特別是公共交通那個營運那方面，亦都是等於是在大埔嚴重交通意外之後呢，我們成立了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亦都在早前呢交了報告。我們第一時間是回應了就著這個報告裡面提出多方面可以改善專營巴士的安全，我記得應該有成40個建議以上的，逐一項我們都會在這裡認真的研究。
所以簡單回應潘議員呢，就是 會多方面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法我們都是會做。但當然有一個說法就可能是比較爭議性了，就是人手的問題。現在車長的年紀的增加呢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有一個說法，我不能夠說這個是完全科學化的說法，有一個說法就是由於司機的老化、老齡化啦，人手不足啦，或者是休息不夠啦，諸如此類啊，產生很多問題。但這個亦都沒有一個容易的解決方法啦，尤其是潘議員都是來自工會的代表，但是我們都會盡量找方法來改善現在香港的道路安全。鍾國斌議員，唔該主席。特首，最近流感高峰期呢，就大家知道醫護人員的人手是很不足夠的，咁你又好快回應就增加撥5亿元俾醫管局去幫助增聘人手，但係有好多醫護人員嘅反應就話而家唔係錢嘅問題，係唔夠人嘅問題。咁你特首會唔會考慮咧，積極考慮開放輸入海外嘅醫護人員嚟香港？當然我明白醫護界係好大嘅阻力，但係嘅問題就係可唔可以首先放寬咧香港人的子女在海外讀醫科先來香港做醫生先呢？但當然我知道特首有曾經回應過呢，就是說醫學界未有共識，但是特首要做的話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做的，即例如好像 MPF 取消對沖，商界都沒有共識，商界都反對，但特首說要做就必定可以做，可不可以在這方面亦不要理這個醫學界的反對去輸入呢個海外的醫療人才咧？多謝行政長官。多謝主席。鍾議員就高估咗特首嘅能力啦，我都只能夠盡我最大嘅努力處理社會上富爭議性嘅議題。鍾議員提到關於冬季流感呢個嘅，即係其實近年都不斷困擾我哋嘅問題。我喺呢度先想咧，再次是向我們的公營醫院的前線的所有的醫護人員，包括支援、輔助的人員呢，是表示衷心的謝意。我自己去看過，我自從上任行政長官之後呢，都多次去過公立醫院探訪，事實發覺的環境呢和個情況都不是很理想，因為有時過分擠迫也帶來各方面的問題，對於我們的前線的護理人員在照顧病人方面，在一個極度擠迫的環境 是非常不理想的。所以就這個問題要解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得到，所以我已經說對於我們聽到醫務界包括本會的兩位醫務界的議員提出在多方面去改善香港醫療系統，我們都在做，但短期來說呢，就一定是要給到我們的前線的醫護人員呢有一個比較，即是都是比較很難絕對的比較，即是安心安定和是受到我們尊重支持關懷的環境呢來到服務市民。所以我在第二年再次注入這5亿元呢，其實都是這個目的，因為我問過醫管局，醫管局也都公開講過呢，其實他們不是很缺那個資源，因為今年2018-2019年俾醫管嗰個撥款咧係高達超過600亿，係比舊年咧增加咗10%，咁但係就要令到佢哋安心，所以有呢個另外嘅5亿元啦。但係我恐怕如果今日由政府冒然提出就開放俾其他嘅非香港嘅畢業註冊嘅醫生入嚟咧，就會引起咗另一輪嘅爭議嚇。當佢哋日日喺醫院嗰度做緊咁多嘅工作，他們又要分心去討論究竟應不應該開放，怎樣開放呢，不是一個我願見的情況啦。但是我也都說這個問題是要處理的，那就我們再跟業界和議會和社會再來到去討論。陸仲雄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可能你有所不知，其實我都是20年前醫管局的職員，是我打的第一份工，當時我一個學生護士。醫管局呢每年得到政府的撥款，正如你所說是600亿，他們的行政長官人工還高過特首你，但是很多同事就說是人手不夠問題，我同意，但更加迫切的問題就是管理的問題。
醫管局裏面呢，管理混亂，埋堆的山頭文化，鬧人的文化，肥瘦瘦下的文化，令到同事的工作壓力，很多同學說舊同事的工會會員是比20年前的壓力更大，工作環境更差，流失率所以就很高咯。不論是專業職系的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等等，或者是支援職系的即健康助理、病房助理等等，我知道近年有個趨勢，很惡劣的趨勢，就是有一種外判的模式，更加是透過中介的外判。政府你給多些資源醫管局，他又搞外判，還找中介公司借錢，都不要找中介啦。為什麼醫管局請臨時工要找中介找外判呢？為什麼不直接請回這些護士，不直接請回這些即服務病人的健康助理等等呢？這些就是醫管局造成管理的問題。特首，你有沒有決心去解決醫管局這個獨立王國裡面的管理問題？行政長官，多謝陸議員那個反應給我聽。就特區政府成立這些法定的組織呢，當然有它的理據啦，就是希望透過在政府以外有一個管理局，可以更加好地管理到他們的服務，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就是醫院的服務。但是如果成立了醫院管理局，有它的董事局，有它的管理階層，政府又插着手下去我来管理，当然不会有我本人，譬如你说陈肇始局长日日下去管理，那这个就会架床垫屋，不特止呢，可能是政出多门。但是我们听到这些问题呢，我们一定会去跟医管局呢是了解和跟进。比如是应该是去年某一个这些场合呢，我就听到关于这个用中介来去请护士那个安排，那我都有跟医管局跟进。我相信他現在也都有自己請的，所以我昨天其中的短期措施就要去加快自己去請這些兼職的醫生和護士，包括些退休的醫生和護士。但是詳細的工作就要交給食衛局局長和醫管局來跟進和處理。陳志全議員。主席，派錢本來就是開心事來的，但是林鄭月娥政府派錢呢，就市民怨聲載道，天怒人怨。市民就說，喂，香港不是第一次派錢的啦，以前曾俊華都派過6000元，今次林鄭月娥呢還是派少一點，最多都是補足4000元，為什麼還衰過當年的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兩個字，鬥氣。你曾俊華人人派6000元，我林鄭月娥政府就不人人派，就不跟你，就說要有針對性。針對什麼呢？就是針對那些沒有樓的、沒有差餉、沒有退稅、沒有拿綜援，就是要留難你。市民說現在慘過乞衣啊，乞衣乞錢不用填表啊。港大、中大民調，特首你的民望的支持度是急挫，昨日港大民調你的支持度呢是上任以來最低 45.5 分，淨值呢上次是-11，今次是-20，连那些长者50岁以上，上次是支持多过反对，今次是反对多过支持，调返转。主席，我的问题很简单的，希望特首都直接回答。特首你讲过，如果香港人主流民意令到我无法再任特首，我会辞职。市民想问，几时兑现选举承诺带领你的问责班子辞职？如果现在未算低，要低到几多才会兑现你的选举承诺？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请各位保持肃静。行政长官，我昨天已经讲了，今天很多报章都有转载，对于近日特区政府在处理和執行几件民生相关的事项呢，是我們是要反省、要反思，也都肯定是可以做得更加好。作為行政長官呢，我責無旁貸，無論他是怎樣執行、誰執行、誰設計，最終的責任都是我，因為我是特區之首。所以我同對陳議員那個回應呢，就是我們會繼續以謙卑、聆聽、關懷
的態度呢去改善特區的施政。答我問題，我的問題是個支持度跌到幾多至會兌現你的選舉承諾辭職？行政長官，而家香港需要呢，尤其是進入2019年嗰個外圍經濟的不穩帶嚟好多的衝擊，是需要有我哋嘅政府呢係繼續以我剛才講嘅態度嚟到去應付不斷嚟嘅挑戰，同埋係處理香港嘅經濟同埋民生嘅問題。我同埋我嘅問責團隊呢都會係繼續努力呢嚟到去服務香港市民。行政長官答問時間到此為止。行政請各位起立。行政長官質詢時間結束，現在舉行立法會例行會議。發言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70A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政務司司長。主席，今天我向立法會提交政府覆文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下稱帳委會第 70A 號的報告書。帳委會主席在2018年的11月14日向立法會提交第 70A 號報告書的時候，展述了對審計署署長第70號報告書裏面有關以修復堆填區的管理。